是传统打铆机的610倍左右，每次工作可加工一根弓箭，无论弓箭上有多少铆一次完成。如今的数控榫槽机都是在过去机械中加以改进而成，能使榫槽机的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成倍提高。这种设计方法是在榫槽机的工作台和中流板上增加一组定尺寸装置，该技术也同样能在木工多用机床的榫槽装置中使用。而且榫槽机生产效率高，五轴多工位高速连续洗削，一组弓箭加工的同时其他弓箭进行装卸，不间断生产，每天加工榫槽达20000多个，时间工作一周期2分钟左右，速度可调，具体时间还得根据弓箭硬度、弓箭上需要弹毛铆数量而定。人员一名工人，男女工友皆可操作，人工其实仅仅就是负责上下量。传统打铆机6倍的工作效率可以替换下3到5位技术工，人平均每人120元到150元天，每月可以节约10000元左右。质量电脑控制，一键式操作，便于掌握，工作平稳严谨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具的结构性和标准性，增加了。